呢一隻咧就係 HGM 8712，係非常之簡單嘅血壓計。咁佢有一次嘅記錄，就係記錄上一次度出嚟嘅一個數值。咁佢亦都有誤動作提示啦，同埋呢個臂帶檢測。如果你扎得唔夠緊，佢亦都會提醒翻你。咁係一支極之簡單嘅一個血壓計嚟嘅。咁佢只係撳一個掣就可以即刻度到，咁亦都冇乜花巧嘢。咁你見佢都係上壓、下壓、心跳。咁你見到佢呢度有個 OK 啦，咁佢亦都喺個芒上面會顯示個 OK 掣，就代表你嗰個臂帶扎得夠緊。咁呢一隻產品咧就係越南製造，咁佢呢個行貨有翻5年保養。